哎呦！怎么画画？啊，这首听不习惯，等一下哦。噔噔噔噔，音乐。大声，等一下哦。嗯？什么意思？先画画，因为我们的阿阳要的，我们的阿阳需要的图，想说要画谁了？你就叫我画我自己，我说不要啊，我最不会就是画自己啦。嗨，早啊，你要出门上班了，好，拜拜，赶快去赚钱养我。阿阳要的，他是为了后面 DC 群，那现在要测试一些东西，所以他需要多画一张给那个私用群用的。要私用群你总不直接拿我的图，旧的图去用就好。人家真的好不喜欢画，不是好不喜欢，好不想画的。二 B 剧院对不对？干！办吧，我之前就真的在摩大挂着画图做剪片呢、啊。因为摩大很适合做事情哎、欸。早啊，喵哈。我以为你会玩上次我们玩的那个鬼抓人呢、欸，上次没报名到吗？就是太临时，来不及。感谢意义的超级留言，声音会太大吗？我都没想到可以这样用 BGM，哎，拜托。而且这个本来是网络上找到的，但是这找到的是中间会有个。奇怪的断片，然后把它后置起来，让它听起来自然一点。因为那天有才哦，小雨，感谢小雨。其实那天也有说，他说，那天有彩虹直播，可是很好玩呢。小雨，好吧。红月安安，那你现在是不是礼拜三都没办法玩了？那天开台，我在那边偷看你们在玩 Uno，我说恭喜你找到朋友陪你玩 Uno 了。不是那款就可惜，就是它单纯就只有 Uno 而已，没有其他的。
没有，他们的时间不固定。我、哦、靠，哦哦哦哦，我想说小雨都说现在都是早起，早起在学英文，大家说英语。红月安安上线，上线拿那个了没？紫藤花了没？你有找到电话版本的 UNO？ 什么紫藤花、啊、花之日啊？光遇的花之日已经开始了呢。觉得太久没画画，不至于会退步啦，只是至少不会进步啦。觉得画起来好奇怪啊！叫什么博？什么实验室衣服？你很久没玩了，救命！我知道啊，我其实不是只有你耶，其实怎么讲，鸽子也没玩了。然后千石偶尔上，黑糖也是有活动才上。现在比较常上的就真的是我啦。然后冰沙也是好像时不时上一下而已。所以那狂画彩虹，你有 po 吗？我怎么没看到你有 po？ 你有 po 吗？教主安安啊、哦，好听的声音的妹子安安，我会转变太大。克洛伊声音真的很好听哎，一脸让人想扑上去的声音。繁星画画会有强迫，会有强迫欲、强迫症吗？因为我的强迫症很奇怪。哦，真哦，每次画错就重来。有一次感觉用橡皮擦会留下边边角角会不干净。你的重来是怎样？全部删掉重来吗？啊，你看我画画这么随便，人家身上可能有一些配件或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啊，比如说好诺英好了，头上的樱花花瓣，应该说樱花应该会有五六四五朵啊，就是给他画一朵。因为都小账，哎呀，你怕是怕哪一点？想压上去吗？也不用怕啦，要压上去也是要见到面才能压啊，对不对？你看番茄都想背我，从后面拿钱包。哎呦，烦哦，明天要打第三季。前两季都遇到下雨天，我想到最近清明节又下雨天，可是看这几天天气很好啊，结果咧现在外面又开始在飘雨了。你不要一见面就压人，你看，你看番茄，你看番茄，你看这个人，你看番茄这个人。我怎样？你看他，你看他这个人，看他就好，看看就好了。小心啊，只要看看他。
不对，他怎么会叫我画研究的啊？应该是反手吧。你是打哪一种莫德纳？是打哪一种？我是觉得还好，重点是我说过我下雨天出门会死掉，只在路上的那一种。二教主，你 HR 100紧急任务打了吗？还没啊，不是说要等你吗？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面对新事物的人，所以我只要碰到新的东西，我其实都会很紧张、很害怕。就像打魔物猎人，我其实在打的过程中，我其实是很紧张，因为面对新的东西，我其实是一个很念旧，也不是很念旧，就是能不变就不变。那只要有新的东西，我其实不是会很想要去挑战。然后昨天我有去玩那个，跟一个人玩一个心理测验，然后心理测验结果是我就是一个喜欢大胆冒险的人，说如果是现实的话应该不行啊，啊游戏的话应该可能是啦、啊，还是你打完了 ？H 天会龙啊，特药啊，什么鬼的？要打天会龙。将士 CLP 还没打开，没错。哎，我反正今年新希望是说，希望我自己可以开始学习打开那个。结果嘞，都上线领个每日就关掉了。因为看身边的那些小会师都开始在用那一个了，又说真的很推还是什么的。我说用啦用啦什么，我又说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是就是又要重新习惯。那我也是讲说我不是很喜欢，除非啦今天电脑重灌还是什么，就是或是 SAI 再也不能打开了。好，我用就是了，感觉橡皮擦用的。我现在我只看到繁星追求啊，橡皮擦用我没有橡皮擦用的比较多啊，没有啊，你画画就是画出自己的习惯就好啦，干嘛去一起这样，每个人画画都有每个人画画的方式啊，啊你画画习惯用橡皮擦用的比较多，那就没关系就用啊。如果你觉得不喜欢不能的话，你就改嘛，你就少拿一橡皮擦，就多练习啊。你看，我其实习惯是把图拉到超大画的，就画完会发现，你看我一开始画的头线稿其实是很粗，只是画到这边线稿开始变细。监听台跟工作好，装备素材不知不觉就到了，啊就是。我这一代等级怎么练那么快，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真的是素材那些跟不上而已啊。再来，我想把那个键盘设定那些再调回来。我想说，我碰青龙应该也真的只有在刷那个什么刷暴鳞龙而已。如果这样子就改了很多设定的话。又不喜欢，因为改十字键的话，你就不能边走边选东西了，要及时丢什么喝水或是丢闪光弹，来不及，就只能用那个类比那个什么快捷捷径。你看画完又怪怪的了，为什么呢？
这里吧。然后手又太长，礼拜一颗。我是觉得这一条腿怪怪的。可以调整局部粗细，我知道，还能把这样子的笔头发有没有这边擦掉啊？我也知道啊。可是会不会画到最后你会不习惯啊？反正就是那个太方便，你画技会不会退步？就都在使用工具啊，有被机器人取代。如果现在因为放大没办法调整整体，可以把右上角的视窗拉出来。怎么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拉？你们知道怎么拉？我从来没拉过而且现在这只是线稿而已啊，线稿，草稿而已。重点是线稿那个之后线稿的部分。我觉得比较好笑是之后线稿，之后线稿才最好笑是，开始描的时候才会开始放大之后才会造成就是线跟线的那个，会不一样。工具利用也是画技一部分嘛。不是今天你有好的工具，但你画画不好的话没有用啊，你懂吗？就很像有人说买了很好很好的板子，画画就会进步一样。就像，好，你给了一个新手好了，给了一个新手很好的神装，他打的还是一样烂啊。好了，我想到这样子就好了。要有脚，要有脚，没事了。买了超贵的水彩，结果只玩水的概念。对啊，就看很多之前有那个爸爸妈妈嘛，为了小孩子说什么给小孩子学画图，买了超贵的那种麦克笔，就小朋友摸了一下就不玩了，麦克笔就留在那边了。那时候就在那个什么，人家的一些二手拍卖上面看到，有人要收吗？什么小朋友三分钟热度就不，什么九成新，应该说他说几乎没碰过。真的好不会画背景物件哦，不会就学啊，不是学不学的问题啊，不会的东西就是不会啊，我不会吃香菜啊，不会就学啊，不是那个问题啊，对不对？基因里面就是跟我讲说你不会画背景，你就是不会画。
懂吗？番茄。你那两只子女也是那样，哪样子？三分钟热度吗？哦，他们可会吵的哦。反正就是东西也都是要买两人份嘛，买了两人份才不会吵架啊，很正常吧。然后有一次是两个人都在说谎，最好笑的是，大的小小谁？大的子女是说，那个谁，小的推他，然后踢他，然后我们就去对质，然后说你有没有踢他？我说我没有，然后我们就说他有没有踢你？没有。那边说谎哎、欸，小时候就会说谎了哎、欸，明明就只是被推而已，还说用踢的。然后我说哇，这么小年纪就会说谎了哎、欸。那、啊、确实，那个小的有推人家嘛，那有错在先。可是大的在那边乱加油添醋，想要再一张给小的。常有的是，就很好笑啊。那再来就是，我就说为什么要吵架？他说，因为他玩太久了。我就问他说他玩多久，他说他玩很久很久，小的对，欸，因为小的啊，小的跟小的那个欺负他的原因是因为说大的玩的比较久，我就说那请问你，因为那个小的是那个从台中上来的，小的就住那个在台中上来嘛，在那个我们家玩，已经玩了一整天了，然后大的是那个住淡水，但是偶尔回来，然后大的只是稍微玩一下，小的就说。他玩很久了，那是我的。我说，哎、欸，要公家要一起玩，不然都不要买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又开始哭起来，是怎样的？你想一下哦，小的他玩了一整天，好啦，23小时都在玩。那大的只是玩大概2分钟就被抢走了，而且。好笑的是，他们不玩什么芭比娃娃什么之类的，他们是玩那个哎、欸、车子哎、欸，玩车子啊，然后粘土，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些哎有啦，偶尔玩一下就是那种有魔鬼粘的水果，拿塑胶刀切开的那种东西，偶尔玩一下那个。可是他们真的比较喜欢玩车子、欸，后面想要只用土的、欸，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然后大的，就我上次讲的。他其实有点怎么讲，不知道是到底是不是年纪到了还是怎样。小的好像也会啦，就是大的，就是我要去买早餐，问我爸要不要吃，我爸就说好蘑菇面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吃，他就爱理不理的。然后因为我忘记拿钥匙回来了啊，就那一天就是突然出门吃东西的那个买早餐，然后我出门买早餐的时候，我就忘记拿钥匙回来。我就回来拿钥匙，他就一打开门说：“你干嘛、啊？”我说：“哇塞，我忘记拿钥匙回来不行哦、喔。”他说：“你干嘛、啊？”小雪安安，哎、欸，直接你干嘛？你干嘛回来？就像我今天剪的精华一样，就是杰克人家的节中间气泡，我就突然回答说：“你干嘛回来？”那你干嘛回来？不是谁、欸？你叫我弟弟。
煮早餐那天，对。应该这样就好了吧。然后就是主要是因为兔窝里面有人是赞成那个赞助 DC 加成啊，所以最近应该会更新跟 DC 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没有去碰那些东西啊，也没有什么人在碰那些东西。啊，是最近突然他把我种心血来潮，突然说要来弄这个东西，我想说，哦，好啦，不然就画吧。Hello，Hello。应该不是戴这眼镜，应该是戴防护眼镜，还是给布布戴啊？这是防护眼镜。这样子，好像不错呢。哦，你戴什么？怎么都这么可爱啊，布布。哦，高追。啊、哦，怎么那么可爱 ？DC 伺服器加成，对啊，就是有人有都会有些人会突然赞助一下 DC， 我都有看到。只是我想说我没有在弄，就想说不要去弄，不是也不要去弄啊，就是我也讲了嘛，我就是碰到新事物，其实不会很主动的去。好，来来来，我来做个心理测验，我们先把声音暂停。来，今天请拿好你们纸或笔，或是输入一下哦。来，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们输入就好了。那输入完之后，不用特别去那个打出来或什么，记在心里就好了。好喽，第一个问题，啊靠腰，我先存个档。每次都没存档，都不存档啊，烦心，还敢不存啊，等下宕机了。DC 实验室，好，那我也要赞助一个加成啊，我不知道哎、欸。首先，这样子好了。首先第一个问题一，这其实说法蛮多的啦，可是我当时测的时候是这个状况。来，第一个，你今天走到大森，那个走到路上看到。一个森林，那请问森林是大还是小？来哦，这个就是自己玩哦。森林大小，大概给没有这个一定要第一个想到的哦，不能想太久，这个就是不能想太久，是问自己第一个那个。想到的画面为主，不用打出来啦，没关系，不用打出来，因为有些东西打出来不是很好。来，第二个问题，你走进森林之后，你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第一眼。哦，字好丑哦，好久没有写了哦。好，第二问是你看进入森林后看到的第一眼的动物是什么？好了，那第三个问题，你走了应该说走了几步之后，你又看到了一只动物，请问是什么？也可以啊，你反正就是怎么就那个先自己记好。走了一段路，看见一，好吵哦，个动。超丑，心理测验难吗？对，就是稍微轻一点。好，那再来，你走着走着，你
你看到一个小木屋，那请问小木屋的门是怎样？是开的、关的？反正它是开关还是微开微关还是怎样的？对，或是根本没有门也可以。反正就是，看见小木屋门的状况怎么写？况字可爱没有超丑好不好？蚯蚓欸，我就慢慢写字才好看，因为比较像在画图。好咯好咯，那再来第五个。桌上有一杯水，请问水是几分满？应该说你看到桌上的水，桌上的杯子里面有没有水啊，或是几分满啊，这样子。桌好摇。桌上水杯的水状况这样子。不够写多小。来第六点。你这时候看见门外有一只老虎，那你手边刚好有一个斧头，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去面拿斧头去跟老虎拼命，还是会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自己发挥啊，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看见变好丑，老虎手边第一次解签地手边刚好有斧是这样吗？斧头好像太小了，你会怎样办？突然广告，没事，还好用写的。好，不管是你打死老虎啊，还是老虎走了会怎样？那你看见老虎走了之后，你要离开了，然后你看见，你往那个森林的出口走的时候，看见旁边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湖。那请问湖上有几只天鹅？天鹅，我真的很佩服老师，每次都在黑板上写那么长的字，而且他教几个班级要写重复几个字。好了，都好了，都好了。那看你们要不要打出来啦，就是我等一下只要问一个问题，你们看要不要打出来。那打出来我再跟公布答案，也可以不选择不打出来啊，想说有些问题也蛮好笑的。来，首先第一个，那个你们是选大的还是小的森林？那一个一个慢慢打啦。第一个，你们是选大森林还是小森林？大大大大小。好。森林的问题是你的自信心，就是你碰到的，你就是对于你自己，你的那个选大就是自信心很大嘛，很高啊，小就是比较没自信。对，那我当时是选小，我觉得我感好准。好，再来第二个问题，你进森林后看到第一眼动物你们是什么？鸟、鹿、兔子、
哇，我跟材料一样哎。好，那个第一眼动物是代表你自己，就是你可能习性特点或是怎样的话，就是第一眼的动物。那些有鹿的啊，可能就是高尚还是怎样嘛？啊，兔子就可能胆小还是什么啦？啊，怎么会有野猪啦？怎么会有猪？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有个同事，他是讲说看见一只龙，我想说龙哎、欸，森林里有龙哎、欸，龙是什么状况？你很野蛮吧之类的。好，那走了一段路之后，你看见了第二个动物，来，第二个动物是什么？第二个动物是什么？兔子、鹿，欸，我也是选鹿，欸，欸，还是我啊，我那时候选松鼠、狐狸、老鼠、鹿。好，那第二个动物是大家在你眼中的样子，就是今天如果我选兔子，就是大家的眼中我就是只兔子的感觉啦，给人家的感觉是只兔子，是这样子。就可能有些动物可能要习性去了解一下吧。啊，狐狸可能就很狡诈吧，我不知道，高贵。对，它是这个意思。嗯，好喽，反正这是心理测验，好玩而已啦。那来第四个，看见小木屋的状况，你们是怎样开的、关的、微开、微关还是什么的？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扇门也可以哦、喔。半开关着，那在大家眼中是可爱的存在。是啊，微开，我也是微开、欸，锁住的，打开，关关关，微开。好，小木屋的门的情况是，你对陌生人的，就是怎么讲？你能接受就是跟陌生人相处的情况，就是你今天遇到陌生人，你就是不会太主动去嘛？关的就是一定是把自己关起来啊，啊开的可能就主动搭讪那样子。啊，我是微开，欸，反正就是社恐嘛，人群恐惧症就这样子。小木屋的门是这个情况。那我觉得最好笑是桌上的水，你们是几分满？桌上的水，你们几分满？三分、八分、七分、七分半、一半，空的。克洛伊是空的，完蛋了！来，我要讲了哦。我当时那个我是选九分满。来哦，那番茄你是什么？你打完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番茄，快说。克洛伊是空的哎，哇！那我不能了，没有啦，快点，番茄，等你，男人，他不打字哎，好烦哦，你是不是有延迟啊？我发现你打字好像延迟一分钟了哎，好，不理他了，八分，好，来哦，桌上水杯的水的情况嘛，代表你的性欲，我也是性欲吧，对。就是性欲啦，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我同学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那边笑？对，然后最好笑是我那个同学，他问他前一个同事，他说那个水杯满出来，满到桌子上来，然后我就说，所以那个女生很色，我说干超色的好不好？克洛伊是空的。好啦，那再来，其实下一个问题是几乎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的啦。看见老虎，你们会拿斧头去跟他拼，还是会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怎样？学学选啥？我看一下啊，学学七分满。还可以吧，关起来，关起来。红玉是打，红玉是打，
夜月也是打，信也是打，哇！我以为是清一色关呢、欸。那我们锁上屋子一定没有人啊？不是啊，是把自己锁起来，或者是把你，是把你锁在外面。好，这个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如何面对。对，你们那些选会打的很棒，你不要学我们这些会把自己关起来的好吗？遇到困难就是把自己逃避掉，不去面对，烂命一条，拼了不！你死了，你就没有小男孩吸了、欸，你要想一下、欸，对吧、啊？反正这个啦，我那时候测完的时候，其实问十个人，九个都是关的。对啊，其实他们也是说蛮准的。我说不，我把自己关死，我还说我把椅子啊桌子全部搬到那个那个门口前面。好，最后一题，你们要走的时候看到湖那个嘛，出口旁有个湖，那上面有几只天鹅？如果是老虎进来的话，我才打。那你就是逼不得已了哦、喔。老虎学会开锁有没有？零只天鹅，哇，选零的很，哇，那个，来，湖上有几只天鹅，代表你未来成家之后的人数，所以选零的，我在想说是，那至少也会一吧，选零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欸，我发现克洛伊，你是不是？你看，你水杯是空的，湖上又是零。你是不是对爱情没有兴趣啊？你是不是爱情的绝缘体啊？你七只哎、欸，哇哇，你要好好加油！没事，我讨厌小孩。克洛伊，我快要死了，完蛋了！你死之前可不可以来台湾淡水找我，让我至少陪你度过你最后的人生，好不好？对吧、啊？陪你吃最后的晚餐，看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昨晚我已经打定主意不成家啦。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准呢、欸。而且这个心理测验其实每个阶段测都会不一样的结果，除非你是知道刻意去选以前的答案啊，不然其实每次测都不一样。我最早之前测试天鹅，我是选四只，然后我现在仔细回想，我是选两只。画面会变成两。嗨，又换安，明天要打疫苗了。你们选零的，我一直觉得很好笑。你是野猪啊？反正测验就只是个大概啦，准不准就是看自己啊。我也没有说到一定很准啊，只是有时候蛮喜欢玩心理测验的嘛。反正就是会测说什么测验你什么你的专情度啊还是什么的，对吧、啊？这时候这是那时候十年前啦，那时候在全联的时候，我的同学兼同事在那边问我的问题，我应该不会怎样，我不知道欸，不是说 BB 莫的话会，就是前两 D BNT 如果没感觉，莫德纳都会很严重啊，每个讲法都不一样。没事没事，我希望有时候就赚。你是猪，没事没事没事。好啦，我们回到话题，不啦，回到画面。噔，反正我有发烧，所以我没事。你不是每一季都怪怪的吗？要么手酸，不舒服打给我，我会去照顾你。不用哦，你会请看护吗？好，我要年纪大概18到25岁之间的，这样可以吗 ？BB 莫特别有感，那你 BB 有感觉吗？你前两个 B 有感觉吗？记得吃饭，睡觉的晚安，好晚安。
这种大家眼中我是鸟，我不知道哎、欸，特别爱乱跑啊，爱乱飞吧。我是刚睡醒，所以很直觉的回答，那最好啊，不然我昨天在问人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吗？我说，你的第一眼中是什么动物？他讲，我说不能讲那么久啊，第一眼，他跟我回答蛇。我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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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 ，B B B 不是最不好的吗？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也不知道哎、欸。回答凭直觉，对啊，就是不能想啊。啊，刚刚有人在那边回答宝可梦啊，怎么没有看到宝可梦的答案？哦，你心中是哪只神奇宝贝？我是说，你要想一下，你可能是猪鹿蝶有没有？这个我不好说，很多人对疫苗的看法都不一样。对啊，所以我是说因人而异啊。像我前两季完全没感觉，我都觉得我在打安慰剂，你知道吗？有啊，第一季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手会，就是打完之后我手酸酸的，然后骑车也觉得酸酸的，可是回到家觉得还好。它的那种酸酸的感觉没有健身重训的感觉啊。我觉得健身重训比较酸，都在想说，干，你们被车撞到的感觉是这种吗？想说健身重训完之后的酸，也是会那种让人家手抬不起来啦，要不然就脚会一直抖啊。然后也偶尔去看一下学学的那个健身环台。烧了一天，哇！我打完反而失眠欸，超好笑。也没有说到特别会吃，我觉得食量就平时再多一点点而已。然后就失眠，作息就是那次完全大乱。CSP 有没有方便画圆的工具啊？就是你画一个椭圆形，有没有自动帮你变圆？有这工具吗？有哦，好，好感度在增加。好感度增加中。好吧，我就这个脖子了。发生什么事情？我其实有 CSP 的前一个软体，它就专门画漫画用的。那时候还是光笔。我讲太快了，等等我不确定。我靠。没事啊，就说是原型工具，那也可以啊。我记得好像是从红月那边看到一个文章吧，就是。比如说今天推一个人入坑，但对方都没兴趣，直到后面大家都陆续入坑之后，那个人才说这个坑很香，然后就有那种喝的那种表情，有吧？红月，你记得你有没有 po 过类似的这个？说这个坑很香，可是对方说没兴趣什么之类的，就过阵子看到说哦好香。类似这样的东西，
适合画眼镜的也可以。圆形工具，不知道、啊。回降也不至于回降，好不好？那个其实已经就只是差在，就像玩猎龙，从鼠剑改成手把的感觉啊，好不好？真的很好用啊，好不好？我会重新爱上画画啊。有我什么都可能分享，对啊。啊，我最近遇到的东西就是，我很早之前都有推坑什么的，但对方就说没兴趣，这样。那直到最近陆续说真香，我就觉得啊，我很想贴那个哎、欸，那个阿克雅那个在那边躺在沙发那边喝那个图，我说我最近在看吃瓜，在看戏。而且我还看到我之前 po 了一个文章，我说我也很想玩猎龙啊，可是碍于说我怕我开始玩猎龙之后就是会回不去，好像是那个动态回顾吧。对，我知道我很喜欢猎龙，那结果玩到后面猎龙就剩我在玩。不知道哎、欸，我觉得看个性嘛，因为。像玩阿尔宙斯，我也是，就是一个游戏，人家都说已经剧情破完还是什么，就后面没有了嘛。再就是看玩家怎么玩，你可以继续弄啊，啊也可以选择说啊，这游戏寿命就没有了，这样。啊，我是想说啊，游戏我就很喜欢玩的很久，把它玩到干掉，你知道吗？甘蔗就算了，我要把它炸到更干的那种，已经炸到一滴水都没有，把它炸成干，这样才不会浪费甘蔗的啊，当时买甘蔗的钱。CSP 我很喜欢用工具很粗才可以穿，是啦。我会想要画可能全速100%才封片，全速才100%什么？然后反正这就是每个人玩法不一样啊，你也不能去强迫别人去玩你喜欢的玩法吧。我说哦，这游戏浓到最后才强之类的啊。我以前就很喜欢，都是以最终考量来玩一款游戏。像当以前我玩到最后悔是卡巴拉岛的游戏。当时玩卡巴拉岛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同学一批人跑来玩，然后每个都在选一些角色的职业之后嘛，我选了那个狮子，狮子不是闪避很高吗？然后就。有个流派叫枪狮嘛，就是选远程的狮子，闪避很高啊，虽然你打不通，但别人打不到你。然后枪的暴击又很高，就拼暴击这样。然后那个游戏有个坎就是18到20等，超级超级难练。但你过那个坎就是算是中后期啊，枪狮就是中后期的角色。当我玩到中那个就是18到20之后那个的时候嘛，我那些同学都因为太难练了，陆续选择退坑，导致我的枪师根本就还没发挥到，他们就没玩了。我超不满这群人的，然后那时候就都跑去玩劲舞团，玩哦。那时候就跑去玩，他们就跑去玩劲舞，然后就还在玩卡巴拉岛，玩到19快20的时候，那个才会说，才开始说什么什么技能要23啊多少，所以我前面其实根本没什么伤害，然后伤害都被那些前期角的那个强怪抢走了，然后后面也碍于就是都没有人陪我玩。
然后就离开卡巴拉岛。我说把你榨干，你知道昨天我们在玩心理测，要不要心理测验？玩麦块的那个的时候，有人是说喜欢拿杯米杯吗？拿吸管把番茄吸干呢？还是谁忘记了？我觉得以后睡醒不要去参加那种新的游戏好了。我昨天刚睡醒，我呛到规则听不懂，所以 NG 了一次、两次，逼得要重考这样。同学约一约玩到后面会慢慢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对啊，所以那时候看到一个海贼王啊、布鲁克那个陆续倒下那一段，我特别感触欸。为什么每次都是玩到后面剩一个人在玩？所以导致有一次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我都会问那时候是高中啊，我都会问说你们确定会玩到后面齁？他说对啊，他说什么公测还是什么的，结果咧又被耍了。我就再也不听他们讲的了，我就跟我姐去玩魔兽世界了。啊，没有，魔兽世界是出社会后玩的啦，因为那时候就看了我叫 MT。然后那时候我叫 MT 有出手游啊什么的，啊，我姐就说：“欸，出手游要不要玩？”我说：“不要，这种就是挂机闲置，然后一定要氪金的啊。”那果不其然，他那时候载了，玩不到五天就删掉了。魔力宝贝当时我其实蛮愧疚是喵哈，因为玩到最后每次都是喵哈，正喵哈一个跟他朋友在玩。也不是每次啦。就只是那时候在玩那个永恒初心的时候太难集了，而且那时候其实也很愧疚一些，反正那时候要一起玩的干爹像小鱼那时候其实也很努力想要跟我一起玩，但就是碍于太难登录了，导致就是耐心都被磨光了。那登录每次登录从五点等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人家都要休息睡觉了。你说 MT 吗？他已经出好几个版本了欸。靠！我忘记怎么转向了，可恶！刚才还按得很顺嘞，这就好无聊没创意。对啊，就大同小异啊。选择图层图像编辑，我忘记怎么转向了，谁记得 ？SAI 怎么就是让？刚很顺的转向，按一按到忘记了。这个不是，这个拉大小。
H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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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Ctrl Alt 加空白，不是放大 Ctrl Alt 空白，不是啊，算了算了算了，一安安。手动修正旁边的，对啊，是这个啊。但是刚刚可以自己拉欸，我刚刚是自己拉的，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用的。Auto 加滚轮不是的，我用绘图板欸。没事没事没事，时间到了，我自然会想起来了。没事，我们回到油漆桶。大啊、找到了啦，先按空白啦，再按 auto 啦，是这个啦，我是要指这个啦。你看我说时间到了自然会想起来吧，我凡博士。哎、欸、你不是在哈记台的吗？ Hello Hello， 最近常看你在哈记台的打字哦、喔、你好你好。来，今天要来研究小萝莉。我是说小的布萝莉啊。红月啊，合法正太你可以吗？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回我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有在翻，我当然会看啊，我在看他醒了没还是什么？我做事情都会打开东西再听啊。只是他最近作息，看他半夜有醒来啊，我想说他应该。是他醒来要干嘛？他打完疫苗就该好好休息啊。虽然我明天应该也是不会睡啦，应该啦，看状况。合法正太我普通啊、哦，果然是年龄问题哈，对吧？就跟昨天，哎、欸，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像昨天说的，你买个东西，你会选择你买个东西每次都碰到机王，要拿回去维修，那你可能会付一笔运费还是什么，然后都会隔不止，因为好一点是一个礼拜啦，还会那个修好拿回来。还是你要选 1.5 倍的价格，就直接买到一个好的，不会有一些问题的。
这样子，你们会选哪一个？今天不考虑价格哦。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一定会选第二个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是昨天就是一直提到是后面那种，如果买房子买车子的话，那价格太贵了啊。可是你要想哎，啊，你一开始就买到出问题的东西，那你修完之后回来，啊，你不怕会再出问题吗？我的家训是要买就买最好，我本来也是这样想，所以我其实很不想要碰那种二手的东西。我那时候在挑东西，也跟他讲说没关系啊，你就先帮我直接挑到最好，也不知道最好就是好就好，不要再让我有一些后续的动作。导致就是我去年不是生日前吗？那时候电脑爆炸的时候我就很爆炸。1.5 要一直修也很给很多啊。好的，对啊，没有啊，这是看人啦、啊。因为昨天其实我们最后的争议点就是在于我们没有钱，对不对？昨天在于那个点就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花心的富二代，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如果没有找到那个花心的富二代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那个 1.5 倍的问题。然后昨天有看到，但是忘记谁讲的，没关系啊，我们也花，这样就好了。哦，对呢，就是人家说的，你在别人身上出力，我在别人下面喘气。看使用频率。他既剩不到一天呢，他前天就剩不到五分钟，那啥，不是几分钟，剩不到一小时，然后就被加回来了啊。选择比，就是看他说他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可是我是觉得有影响到他啦。因为，好了，这边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他们平时那时候吃饭的时候，都会一起看，在客厅看东西嘛，吃饭啊，或是追剧什么，都会一起看。然后有时候可能也要拍片还是什么，因为现在就不能拍真的影片还是什么，就卡在是加班台。没事，没有，他说没有影响，那就没有影响吧。我装新的麦克风，可以帮我听一下吗 ？DC 会不会炸的问题？哦，好啊，等我一下哦。Amigo 吗 ？Amigo， 我看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荧幕歪了好多、哦，因为我一直驼背吗？来，请进。你装新麦克风哦？哎呦，喂，喂。哟，干你谁？欸、我也觉得你知道啊！我刚刚听，好、啊，这是什么东西？不会爆，但是你是谁？可是讲实在的，我在想这个搞不好才是我真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去团团还有那个小雨那边录的时候，我的声音都跟我原本的麦克风不一样。可是见面听你的声音，感觉你这声音比较闷一点。真的假的？你知道我现在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要调，因为它跟我之前的麦克风比起来，声音大好多、哦。大好多，可是没有不用调，就是声音刚好你没有爆、啊，没有爆，对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因为我会想要换那个麦克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被嫌那个尖叫太大声，然后我就想说要去换麦克风，因为讲实在跟那个麦克风可能有差，嗯，该换了吧？那个用多久了？那是鱼竿牌麦克风，不是很多很多麦克风真的都是看人呢。我那时候也是用鱼竿推的，他那时候借我，对，照样爆。嗯哼，就那个很旧的那一根 Sony 的那一个，嗯，而且确实这个麦克风从我开始做实况到现在从来没有换过，所以这是我的第二支麦。
如果你不把那个早期那种什么就是可能随便用的麦算进去的话，哦哦，这我现在是算我第一个啊，所以我的声音比较现在比较低，那这样子会不会有更多人跟我说，哎，这喵号是男生？不会，其实好，我觉得怎么讲，也不会说到你是谁啊，就觉得你变得更清楚了。更清楚，所以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啊？好啊，当然好啊。我刚录听了一下，有一种，这是谁啊？但是好啊，我的声音变好多，完蛋喽！不会啦，马上都习惯的那一种，不会差太多。哦、希望不会。对啊。御姐音一下说御姐音，一下又太低沉，所以现在是哪一种？你听他们在干呢、啊？真的是听他们在干。这群骗子啊！怎么办？我还不知道哪些东西要调整呢、欸。麦克风是插上去就可以不用动的东西吗？对啊，真的吗？所以就不用什么什么什么，它是什么我觉得不用啊，噪啊什么这些都不用。嗯，好，希望你主要是调 OBS 那边吧。哦，对耶，對啊、可是 OBS 我刚刚只有抓到它，以后我就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动。嗯，再就是看你那个有没有突然飙到红色的还是什么，你就要降噪、欸、有欸，它一直是红的，对，你就要开始降噪还是什么啊、就是、往后拉是不是，对对，你要嘛就往后拉，要嘛就是里面有个，我看一下、喔、应该能看吗，你在 OBS 的情况应该比较难，对对对对对对，可是 我现在声音是稍微有点低啦，因为 BG 才刚起床没多久吧哦，有个筛选器，编辑筛选器啦，里面有个什么？编辑筛选器。你是那个吗？是军类盒吗？还是你是黑白的还是绿色的 ？OBS 黑的。哦，那我没办法救你，应该好像设定差不多啦。反正就是在麦克风里面，你看有没有增益啊，什么噪点抑制那种东西的。你噪点抑制？对。啊，它有个新增，你看有没有新增什么增益、噪点抑制？然后我看一下，它是属于这儿哪里嘞？对、啊，增益噪点抑制 ？No， 没有哦。应该说我不知道在哪里找，你在设定找的吗？在，你看看你的麦克，那喇叭右边有没有个齿轮？喇叭右哦，对，那个我点进去以后，等一下，我点进去以后，它选项好多、哦。对啊，你找看看有没有。滤镜属性进阶音效。属性吧。属性。对。属性我点进去，它只有让我选麦克风，好像没有哎、欸。还有什么？啊，进阶音效，我点进去看。进阶音效，它点进去以后有一个什么音效源，然后可以调增益。哎、欸，这好像是那个哎、欸。可是他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什么噪点音噪，嗯，对对对，那些哇，你要问其他人了，真的耶，对啊，没关系，我相信明天在跟巧克力录影的时候他会弄，因为你知道我连选这种三 C 的东西都很烂，我直接问巧克力怎么办，我麦克风该换吗？我要推荐什么？他就直接丢一支麦克风 ，OK， 好，就这个，连看都不看，直接。我也是喜欢这一种的啊，真的耶，完全不用想就好哎。至少有问题问人的话还问得到。今天好像没有揪阿米狗吧？他们现在不都是习惯当天的吗？嗯啊，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好像没什么游戏玩了。讲实在，如果你要回去玩旧游戏是有啦，只是就是意愿，大家意愿不是比较没那么高，而且揪起来又很麻烦、啊，因为毕竟你可能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通知到啊什么。讲实在，我真的觉得最麻烦在就是揪人吧。对啊。君奥德多久没玩了？哦，好久了，我看一下，我上一次有剪呢，上一次，而且那时候巧克力也在啊。对啊，就是有的话可以救巧克力啊。嗯啊，可是君奥德，因为我不太懂要怎么开那些什么地图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所以那个我都不会去主揪的。有吗？圈养小恐龙那一次，去年的2月28号左右。圈养小恐龙。那什么？就有就那个我们跳躲猫猫，然后跳到一个圈圈里头，就当那个绿色小恐龙。哦哦哦哦哦！就带那格子里养不出、oh, 那个蹦出来，对对对对，挖小恐龙喽。有，我们现在游戏都一年，可能一年以后看，一年以后好像可以揪一下了。啊，现在怎么好临时好懒哦？今天我先看一下今天晚上有什么彩虹直播。你知道那天阿米狗的时候啊，我还疯狂一直敲小雨说：“这边是精华，这边这个，你再我一定要看。”
我长高了，感谢爸爸的150。声音怎么长高啊？声音长高是指音声音变高还是变低的意思？我不知道，这形容真的太奇妙了。爸爸长高是什么感觉？游戏光长高是什么感觉？应该是脚会抽筋的感觉吧。主要是要找那种，找那种观众既然马上看得懂的也很难。哦，对，而且重点是现在我们的人数常会超过八个人，你知道其实八人游戏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的八人游戏可能还不太够。对啊。然后还有那种连线问题啊什么的，嗯，就很麻烦，超级麻烦。我最近是有看到一款游戏，可是我不确定它可以几个人，但是好像太多人也没办法，就是感觉好像也不是也玩不太起来。我那时候看玩的时候是三四个人的样子。它是一款你可以在里面当企鹅打人的游戏。哦，我有买、欸。哦，你买了？我有买，我早就买了，我去年就买了吧。哦，对啊。他那个音效感觉好呛哦，他呛下去的时候就那好像是企鹅抢劫吗还是什么的，就好像是去当那一种间谍吗？对对对对，那很可爱耶。可是我在看他地图不知道到底多不多，我是有看别人实况了两个小时多啦。哦，看一下，你说怕没有内容了新增，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耐不耐玩。嗯，去年才出的游戏 Penguin Hills， 对啊，应该就是那一款了。嗯，我看我的好友中没有人有这一款游戏、啊。我显示上线可能就有了哦。哦，看一下、哦，因为其实那阵子还是体验版嘛，所以它这个还不算正式版。对啊，是那个，就是它不是成年企鹅嘛，就是对，它就是黑白的那只。啊，那应该没，就是同一款，去年才出。那时候看到第一个时间丢给巧克力看，哎、欸，真的耶，对啊，好像大概真的是四个人，感觉应该是四个人，对啊。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在他有同队伤害，哎呦，看多人游戏先看有没有同队伤害。我今天标题还没打，我要打什么？什么标题？真的，就那个影片标题哦。我那影片标题真的都越来越难，越乱打。对啊，我上一个标题叫"火焰技能烧起来好爽啊"，有够烂。来看看今天可以打什么？那你卡比玩到哪了？卡比才玩到第几关？四关而已。哦，因为我这边就。一级一关，这个很滑水，直接在这里讲我在滑水啊，有影片出就好。嗯、啊，可是我是想要超人要赶一下进度，因为拖太久，如果变一个礼拜才出一支的话，真的太慢了。嗯，所以可能最近会要想办法两根啦。那这个标题要打什么？我这一集我在干嘛？拉进去先听一下片段，好，就这个片段了，这样子啊，哦，这一集不可以设设，标题有够烂。就随便打了，其实我觉得只要游戏名称有在里面就还好。嗯，哎、欸，你没有玩卡比吗？没有哎、欸，我那款还好。嗯哼，他这款真的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之前我那种马里奥系列的闯关游戏，只是目前还没带血尿。之前马里奥太血尿了，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很血尿、嗯。
如果有时候去看人家玩，嗯，他算是轻松了，目前感觉体感下来。好像那个我有看到 Switch 有发声明，那个萨尔达要出新的，它是增加吗？我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Switch 哦，旷野之息的续作明年的春天要出，热腾腾的不到24小时的消息啊。我会断麦，可是断麦的话应该是 DC的问题吧，不会断欸，我听没有断啊，应该是我这边音感的问题。 哦、啊、不然就是我的笑声是断的。没有欸，你在讲好像就是你拉到尾音不会 拉完全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拉尾音啊，就还好啊，现在目前看绿的。对啊，好像还好。我昨天有跟那个被抓去录影的时候，他们有说我那时候确实有一直被 DC 霸凌，可是那好像跟那个设备没有关系、嗯、无关啊。对啊，就是那个刚好就是在开头介绍，哎，我是喵，然后就没有声音。那你音感应该拉很高吧？哎，对耶，我看一下我这个音感，要往左边拉哦，要往左边拉，对，右边设定。哎，等一下我先看我语音找到，往左边拉，哎，真的耶，我拉到底耶。左边拉到底吗？就输入音量那个吗？哎、欸，左边拉到底是你、欸、你都会可以听到你家壁虎在叫的那一种啊？不是啊，拍谁？我真的每次都左右不分哎、欸。左右边拉到底啊？哦，对对对 对。可是它是音量哦、喔。对啊。要拉到中间吗？不是啦，你这是音量啦。越来你突然好渺 小。我看一下哦、喔。哎、欸，哪里啊？那个啊。我这好像是自动输入灵敏度、欸，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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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要把它勾掉，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它在偏左。你就是平时讲话到尾音的时候，都还要在那个绿色的格子内。我看看，我小声讲话哦，真的也不行，好像往左边来一点啊，喂，一啊，应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刚在测试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在测。我也是啊，每次那时候换麦克风也找不到人，哇，好麻烦。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个我现在最难测的是，我要找到我可以让我尖叫的游戏。尖叫的游戏？因为我真的你不用游戏尖叫啊。你现在打翻一个饮料在键盘上面就会叫啦，可以不要吗？那键盘会烂掉嘞。排时间不会啦，会啦。那你不要饮料，水就输掉了。不要饮料，那水都会输掉啦。那你打翻一个空的玻璃杯吗？我没那么多玻璃杯可以打破啦。你知道吗？就是咖啡如果提不了神，你就买个玻璃杯，里面放咖啡，然后把它撒在地上，你就醒了，很棒吧？啊、这个有点太刺激了耶，对不对？没有醒不了的啊，只有你要不要做而已。没关系，我最近可以直接点开彩虹的频道，我就行了。另一种刑法哦，还在做封面图，放蟑螂、啊，他才不怕蟑螂嘞！在想什么？那一定不是我这边的观众，他那个我这边的观众的话，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我在大学都在解剖蟑螂。对啊，那时候画画的时候狂画蟑螂都是他、欸。我有画吗？啊，对哦，我上次有。没有，我上次没有画，我是出题出蟑螂，然后是你们画，然后我没画到，因为如果是我画的话，我会画很写实。对啊，没有吗？上一次啊，阿米狗上一次最后那个摸黑嘛，我出了一题蟑螂，我记得你在讲这个吗？哦、我不知道、欸。还是在讲另外，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画过蟑螂？我不记得，我画过太多次蟑螂，每次都画得很写实啊，我觉得还好、啊。对啊，我是有在麦块里画过很写实，但是好像在。画拿手写板情况，我好像还没画过、欸、有啊，有画过一次侧面的、啊。有吗？有啦。侧、哦、面有吗？有啦。我不记得。可是如果我拿画的话，我应该会把它当封面图吧？真的不记得了。画完而已。我来做的封面图，封面图。不怕蟑螂的人怕壁虎，我也不怕壁虎啊。有时候
壁虎从我的滑鼠不是桌电脑桌从左走到右边，我还跟他打招呼哎。嗯，我说嗨，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就跑了。壁虎很可爱耶，啊、可是壁虎的大便很讨厌啊！我竟然把它吐了。哦，哟，刚尖叫，没事没事没事，刚没有爆。哦，我要先去处理一下。好，拜拜。你看这么远都听得到。有啊。你的是指向性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就巧克力那一只啊。那你现在可以走到那个麦克风后面讲话吗？我把它固定在那个荧幕旁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现在离麦克风快有两公尺，你知道吗？我听得到哎、欸。哇，那你这个可能有点危险哦、喔。家人的话，家人的声音听得到。家人开门就完蛋了。哎、欸，对啊。我现在已经走到我。哎、欸，不可以吃啊！好了，听光了。我这里要先去处理一下。好，你去，你去。欸、对，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静音这支麦克风、欸。之前麦克风有哦，我也很想要。我之前耳麦很方便，就是可以随时静音。对啊，可以关。这个好像不行哎、欸。哦，还要用低。好了，我先去处理。好，拜拜。拜拜。好哎、欸，好哎、欸。哎、欸，画完了，再来嘞。我去问他，敏敏度很高哎、欸，不是他，如果是指向性的那个。就不会了，不然就是他的那个DC 的音感要调低，哎、欸，说要来的哎、欸，干，我画完了嘞，对吧？有为的画画台，还有什么可以加？哎、欸，其实我一直很想加这种背景，我其实很努力在尝试，但是。我之前尝试都失败很多次，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要加什么。我真的是背景障碍的人，看得出来吧？而且哇，克洛伊夸我哎、欸，我不是，你是说我的配色很舒服，对不对？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看，首先这张图的成败是决定在线稿。你看好哦，这张是我平时画的图。我跟你讲，我只要线稿的颜色换掉的话，整张图都会变了。就是，这个有没有？这变成黑色的话，然后我的颜色再选降亮一点，因为我觉得布布的颜色整个变已经褪毛的颜色了，有吧？就是布布的毛已经变黑了，所以。其实布布这边的颜色要等一下哦，先买午餐挂台，好，拜拜。然后这个是布布的颜色。的滤镜，这什么东西？饱和度没办法，就可能要全黑了。一样挂网觅食去，好，爸爸拜拜，吃饱没？我还没，哎呦，对吧、啊？早餐的吃一碗。小小的粥而已，对吧？反正就是，你看嘛，这个是我平时的颜色，这个是很多黑色线稿的。啊，我之所以喜欢用咖啡色线稿，就是因为这样画起来图比较舒服，所以我才会选择都是画这种的。但是。像菜渣他就很喜欢吃黑色线稿，他喜欢就是饱和度高一点，看起来比较不要讲，他看起来比较顺眼。啊，我之前就是都是画这种图，所以每次特地帮他画图都是画黑色线稿。艾克洛伊嘞，对啊，所以我当时电脑重灌的时候，我左上角不是有色盘吗？就是。那时候我在努力，就是拉以前的记录档，然后去找我以前是哪一个颜色。我其实画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跟之前画的图颜色有落差一点点。
找不到原本图的感觉，因为你就算开旧的图来吸，有时候你存完档之后吸出来的图还是会不一样。咖啡色比较没那么强，没有压迫感，不啊，就是舒服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选色都是会选，你看到这边有没有？我都是会选左上角这一块，就是偏亮的这一块，我不会选到这边。就是我不会选到左右边这一块，这边太亮了。啊，至于裤子，这是意外啦，因为那时候真的没得搭了。然后我裤子其实冬季的裤子是这里，这边是夏季的裤子。然后看我的头发，哎，马上打脸，对吧？其实都是偏左上这边，我也不会选到太右边。但红色就是很机车，红色你选到这边，如果要选很红很红的话，真的很难选，这又有点偏桃色，也不红，然后选这个又有点脏，又一定要选到这边来，这边又太亮。我最讨厌画的就是红色跟咖啡色，也不是咖啡色啊，就是这最难最讨厌画的是红色跟黄色。你黄色你这边的话又觉得太亮，那进来一点又觉得太淡，下来一点又太脏。挂台吃饭，好，你每次上色完就怪怪的，这就是看你的那个啊，你选的色系啊。你今天你的线稿好，如果我的线稿我先存档重新用一张，不然一直在这张图上面搞不太好。今天，今天比如说，你看哦，同样一个图，一个圆，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平时的颜色，那这个是刚刚说的这个颜色。你可能看不出差别嘛，是，我怎么说，可能要画完一张图哎、欸，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旧的图库，这样找比较好，开启，有没有什么图可以拿来示范的啊？哇，去年几乎没有画什么图欸。欸，这张来先存一下，复制一下，好，关掉，我们来对他下手吧。看一下颜色哦，我们先吸一下，你看左上角这边，但是其实它好了，这样子，然后阴影的话一定要更深嘛。哎，白痴，滤镜，这就好啦。我不行欸，就这样改。Clean。来，这个。算了，除了手好了。你看嘛，今天如果我的线稿是黑色的话，黑色的话，你看这是没问题，对不对？感觉黑色像这就是菜渣想要的那种
上色方法，它就是饱和度都要很亮。然后再回来看这一张，懂吗？这个看起来就眼睛不会那么不舒服。我啦，我比较喜欢这种舒服的感觉。那这是菜渣喜欢的那种锐利感。那像刚刚说的，如果你今天你的线稿颜色跟色稿颜色没有选好的话，会变成这样子。这样什么情况呢？这样就变成说，你有发现你的线稿在发亮，对不对？今天你看哦，我这背景应该也是淡的，对。我选这个，你会发现你的线稿会很像在发亮。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你的线稿要比色稿还要黑，就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张图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懂了吗？那但我还是喜欢这个，舒服，对吧？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是跟那时候跟几个人在讲，但是我觉得我开始不想要鸡婆插手很多事情。反正怎么讲，你插手鸡婆一些事情，啊，到头来跟你讲，比如说，今天跟他讲说啊，这款游戏不适合你玩啊，他就坚持要玩，坚持要玩嘛，因为我玩过了，我觉得就是不适合他，他要坚持要玩。比如说不会啊，感觉很好玩啊，然后玩完之后说，就很可能就是拉不下脸，会说不好玩之类的，这样就觉得两边都很尴尬。那今天不然，与其就是说今天他玩这款游戏，什么意见都不要给，对吧？这样就好了。然后他可能说啊，这个游戏不好玩，怎么这样？嗯，对吧？我就说嗯，我也觉得不好玩。你要画朋友的生日卡？我生日快到了，难道是我吗？对吧？有时候只是不想要让他可能走上我的后尘或是什么，但是谁知道？对方搞不好真的很喜欢那个啊，对不对？有时候就静静的看吧，可能就在旁边吃那个爆米花就好了。偷偷丢给我哦，你怎么那么棒？红月又画好了我，他太棒了啦！等一下给你们看，我存一下档，他该不会是刚刚完成的吧？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我们先切这个画面。浏览。哪个资料夹？怎么这个资料夹 ？User APP 啊？本机资料夹，繁星，然后一样那张图嘞，这个给他画的。应该是刚刚画的啦，你看又在浪费才能，在干嘛？我还是觉得这张很骗。反正遮一遮，遮到只剩下眼睛。我当时斗争特工就是用这张照片，哈哈哈哈。好，我们找回我们的布布在哪里咧？小布布，小布布，发展布布，布布，完成。我没有动。好了好了好了，
哎呦，左边这样子。坏掉了，谁坏掉了？你说布不会动啊？那个你眼睛在看哪里？就是耍帅啊，耍帅就是偏一边看啊，那看一边就会觉得说哦，感觉就变很帅，有没有？都有那种会抓角度的那个啊，我的角度就是那样子，有没有？我就不能，我的眼睛不能看去那个镜头，我眼睛只要看镜头就会变丑，所以我不能看镜头。好了，我们现在来，请问在场有几个可以玩潜水艇的？来啊，潜水艇时间，来吧！我们还好吧？不行啦，我看镜头会变白痴。哇，好了，有两个人就可以了，这游戏有两个人就可以玩了，来吧，打开你们的潜水艇。好了啦，阿七，来吧，我们来玩上次直播的那个吗？对啊，最近一直在跟观众玩。半小时可以，耶、yeah! ！克洛伊来建立游戏，那我们14分开始游玩。点点对 ，A E B L R， 哎，大写。点对 ，A E B L R。哎，你们有手机的不要开麦啦，因为回音感很重。感谢咯，喂，然后可以的话把我声音关掉，或是你们用耳机戴耳机玩，求你们了。还有专题要吗？好，谁？谁声音那么难听？哦，是你哦，干，你就干我，干，咬你。你教我可以怎么说吗？说什么？说脏话吗？不是。这个东西可以教的吗？没有啦，这有什么好教的？嘎嘎。结果我还在自拿解任务，解到一半就过来。你就去玩啊！去解啊！啊，电脑玩的呀，用电脑玩一个，用手机啊。你手机玩什么？你电脑玩什么？手机玩潜水艇啊。干，你相反过来好不好？没有，我电脑又在那边跟我讲说手机不好控是谁？那读的那个不好控，我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都当不了鬼。均衡，好，我们先开始吧。哦，这么少人，没关系啊，这样复活次数很多哎。真的起来了，对啊，他可以杀我更多了。对，小鱼不在，听不到，快插我。雪雪在找我，看到有人离开了游戏，完蛋了。哦不，完蛋了，等一下要坏掉了，坏掉再说啊，要派铁啊，坏掉改打日嘛。好伙伴，走吧，嘎嘎。你看、欸、我们有额外八条命耶、欸、嘎嘎吉米，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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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来了！太可怕！等一下啦，克洛伊！不要不要！我不要在这边！为什么复活在这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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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哎，我复活在一个女星。哎，你为什么都只找到我们三个？我怎么知道啊？克洛伊，三个好惨，要被夹攻了，还好惨。没有哎、欸，他是在路上啊，没有躲。我看，哎、欸，没有哎、欸，我好像看不到他哎、欸。在哪？看不到他哎、欸，快掉了！我滑不到他那边。我滑到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活人啊！这可能解完就跑掉了。掉了啦！他零分哎、欸，他什么都没做哎、欸。哦，他是 seven 哦。坏掉了！对啊，凭什么？我们三个都解不了任务，一去解任务就遇到人。哦，什么？知道，刚好路过。我在门口等克洛伊耶，他就自己跑出来，还不给我吃，坏的。不要了。铁路，铁路，铁路！啊啊！他在左边，他们在左边。嘎嘎，你嘎嘎不在。哎，他追我。他追我，在那边，嘎嘎里。克洛伊，克洛伊，非常的害怕。你不要啦，你不要干掉丢干干。你他妈的嘞！你带着来打我。干干干干！哪有你这样的？把你妈！我还有那边的没解，哎，是左边的、啊，我要去封他，我要让他窒息死掉。我那边的也没解。对了，左边的，左边的，左边的。你解完了，你不要往我这边靠啊！你还打不到我，你快说西敏在哪里，把西敏交出来，把西敏交出来。看到了，看到了，西敏是我的。你不要说，你又剩他，又剩他，他不见了，他不在，他不在这个里面。我们找不到人啦，他不在，他飞出去了。可恶！好了啦，阿七啊，阿七是你哦、喔，对呢。没事没事，我们吃得很开心。我吃西米吃得很开心，扣一分。我刚刚哦，西米、哦、扣一分呐、啊，没会玩啊，西米没五分，你会玩？扣了一分。我还跟鬼绕圈圈在那边修，我还把它修完了。哦不！哦，你怎么那么大、啊？我去哪？你好大、啊！拜拜，安西明，你自己待在那里。怎么？西明在中间。我好像有点卡，走。快来了，快来了！不行，我招。嘎嘎！请克洛伊在这。不要！西米！不要！等一下、啊，我在找西米呢、啊。克洛伊，克洛伊，克洛伊，我救你！
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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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害羞哦。我家网是红色的。我看到爱心了，嘎嘎，你是不是对我爱？有人闪现啊，就有人闪现，他家网路不好。他的网路会让他闪现，跟他故意。对。你、啊。我好闪。很嗨。我换一下网，对。喂。哎、欸，刚进来还有经验奶，好爽。对啊。刚刚没有玩，然后进来就有经验奶。你这个作为吸经验奶，进来直接吸经验爽。哦，人面好多，好开心，好开心。我的颜色沒。你怎么变这个颜色 ？Moki， 你要哪个？可以换一下吗？谢谢。他要钻石的颜色。你要小心，这颜色会被攻击哦。那我换一下。不行，你不准，你换。换颜色吧。你换我就只攻击你。你太好认了，心灵。哎，你我这个颜色你也抓，我换颜色你也抓，我有什么区别吗？请问？嘎嘎也好认啊！一进来就当队好爽，好爽哦！我都当不到，我想、哦、很好玩。哎、欸，为什么两只 OU？ 哪一只是玩哦？对，为什么两只？红色吧，红色是利恩啊，红色吧？对啊。酒红色是利恩吧？这是酒。当时你声音好大、啊，好。就不行吗？小七，谁报姓名为止，我就。一 A Y 是谁？罗马金，我不知道他是谁。马吉麦，马吉麦，马吉走，马吉，马吉这里。哦，西米。走，马吉。啊！上面有。马吉，西米。啊不！啊不！啊！重来，马吉。一名失宠没？阿布，你为什么要回头？阿布，我为什么要回头？你听我说，我们刚换了颜色、啊，你留我一条命，你。哦，不是吧？快跑，快跑！又一个哦哟！那么多任务，西敏，西敏，西敏。我的任务都在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啊！你不要强说都在左边，人家要来左边的啦！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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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不要，我的钱都在前面。这是像你啊，是你！我的钱都在追我，你怎么是追我？不对，在哪？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我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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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往环形那边跑啊！哦，把这边啊，躲过了，躲过了，躲过了。啊不，差一点。啊，吃啊，我被吃了，被吃了，被吃了。哎、欸，差点。哎、欸，谁没关麦？哇，有回音耶。对吧、啊？这是说不要用手机玩啊。不是啊，手机玩可以啊，戴耳机。尽量戴耳机。我戴着啊。我的分数好高哦！不要吵，你看就死了。我看着我爱的人死在我面前呢、欸。啊！可是想听特洛伊的声音耶，他不能不开麦啊。都有开麦啊。我知道啊，都很开心啊。好可爱哦！不对，声音好听，对不对？快夸他。加出道，特洛伊你好可爱哦！加出道，一夜月在上屋。我的马吉被追了，马吉快快快！马吉有人来了，马吉。
那欧优是谁？看到了，不要。哈哈不要下去，快点跑！跑快跑快跑！他会加速，他会加速，他会加速，快跑！我们两个好惨。哎呦，谢谢！天天。哎，我解完了。哎，放屁！修东西也会加快。是啊。我现在才知道，快一点点没那个手枪没开。这个是谁的 ？O U， 搬进去的实验室那里喽。红色应该是两个都在你后面啊，两个都在你后面。所以我在地图信来找我。Oh, 我没办法哦，完了。真假？你在地图哦。对啊。我去地图，你不要骗我。我干嘛要？哇，这个很溜，我带 A 块没有。你找我啦，你他妈捡的。嗨，哎，你没骗我哎，哎，今天如果打麻将的话，我让你背我一次。我今天背不了你。你让我梦一下好不好？左边吧，左边有一个那个。这个好搞笑，我的妈！好笑，快结账！哇！我这是不铁娃，坏掉了，坏掉了，又坏了吗？又坏了。好。不是有人加入。对啊。哦。又等我们结束。欧里扬。我记得当鬼不是在这个平台上按一下就是吗？没有欸。为什么是每次那时候电脑根本就没有在下面，就电脑两只当鬼。不关我事吧。他可以当鬼了吗？哇哇，大人那位来了。很恐怖哎、欸！无名颜色也被人用了。我看到一只西米变成了很恐怖的东西。怎么啦？一样啊。那你心里都在我口里。还有一个位置。我好像听到三个口音。我听到。这是暗算。就我们一二三四五个人开门，那谁是鬼？没看清楚。第二个小七。这是哪一个鬼？又是鬼啊？这是利恩吧？不是，酒红色的是利恩啊。小的欧优是谁啦？报下面。哎、欸，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没有，剩下一只，一只应该是，哎、欸、不，两只。拜托，不要是西米就好。哦，不是，开心。这是谁啊？这是谁、啊？怎样啦？让他不想给我当马鸡。不想。不要！在下面，在下面。他在下面，他在下面的地方。他想往花园那边跑。右上。Seven 很恐怖哎 ，Seven。哇 ，Seven double kill， 那本很恐怖哇！奥桑杀人事件。哦哦哟哦哟，下面还有一个哦哟。不要的，不要。哎妈鸡 ！Seven 不能赌。
这文章好凶哦，好可怕。哎，这两个 OU 颜色太像了，一个是中吧。哎呦，敌人！没走。哎，剩几个人？四个人，四秒溜达啦。啊，第二个。看我吓死了！哎呦，刚才后面好好玩啊！欸，你那边两个鬼，他们都碰到我了。欸，怎么没有口人？说打完要重开。嗯。哇哇哇，好棒！哇，感谢方屁。我看到第一只哦。啊！哦呦哦呦哦呦！啊！哦呦哦呦哦呦！不啊！我屁好远。等一下，好像把鬼屁过来了。我怎么没屁到？找不到我的麻吉。哦，你麻吉是谁啊？麻吉，你麻吉，麻吉 seven 来了，麻吉 seven 来了，麻吉。哎，我不能啊，白痴哦，我的不是屁，我的是跑步啦，我以为是屁。你是什么？哎，又有哎，番茄进来了，可是番茄在外面呢。靠腰，番茄，我不是跟你讲说等结束再进来。哦，番茄哈，番茄哦。完了，不止番茄，这什么问题 ？CC 是谁啊？哦 ，CC 在你。Tommy 是番茄 ，C 是谁？不要追我！西西之墓吧。你看一下，你追了多久？啊，是不是我？努力快跑！哎呦，这很小只的不解任务啊。好，他解了。先接了，看好多在外面哦，两个在外面，那还行吧。不要开车了，现在当鬼分钱出去再进来还是一样。姐姐在里面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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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看你有没有玩到就好。我最近怎么死那么快？可以重开吗？啊，95分的马吉尼。就推挤了，加了很多分，想好好玩。哎，我也可以 P 的。我刚刚看你一直拿枪在那边电人。麻吉，我不会把你卖的，麻吉。他是不会卖的，你好好卖。对啊。看到在中间。哦哟，在哦哟，在地图。任务在下。然后还有一个在洗衣房，几乎都在那边。哦 ，Seven 在那个 ，Seven 在铁轨附近。哦耶，在铁轨附近。铁轨，哎哥哥。那个，哦，最爱洗衣房了。哦哟，最爱洗衣房了。铁轨，铁轨更新，铁轨更新。在地图好不好？推了。啊。各位，快！哦哟，在洗衣房，哦哟，在洗衣房。哎，我闭住。啊，被扫了。
他现在咖啡厅。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跟咖啡厅。等一下。不会吃妹子，他是我的哎、欸。有一个人在实验室被杀了，然后去了咖啡厅。嘎嘎布，还有谁任务还没解啊？啊，番茄是坏了。哦，番茄应该没进来吧？没进来。哎、欸，我黑画面了。那你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吧。老板，你谁啊？不用出去吧，就有些人要重新。没有，我帮你试试啊。啊，他要出去才行啊！都没人了、啊。谢谢你加油，谢谢你。哎、欸，哎、欸，追一秒。啊，还有一条命。爽啦！好爽、啊。可以进了，可以进了。对啊，就说等结束再进来啊。哇，82，谢谢。好诶，第一。我在一场就去煮饭。好，我跟你去。啊。我总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太。谁讲的？给我滚！煮饭而已。对啊，煮饭而已。在想什么？哎、欸，开始了。马上开始啊！不然满人的耶，要等什么？欸、三只哎、欸，不要！三只，两只啊！是重开吗？两只啊！哦，没事没事，我要看看这。我看无名离开了游戏。对，那太满了。我要踢谁？我要踢谁？你想嘛，吉米，我要踢谁？你跟我说啊。没有。你当坏人啊？来，你说，你看谁不爽？谁欺负你？我对不对？我离开。番茄，你们自己玩。我是小的哦哟。为什么番茄有长苗啊？番茄有氪金哦。那我真的，他本来给了10块钱，但是他买东西起码要15块钱。十块钱买不到东西吧？买不到、啊。什么都买不到。买不到啊！所以我说他最少要有15块钱。滚、欸、哦！滚哦！跑哦！我的小哦哟不见了。西敏在地图。哎、欸、哎、欸，你怎么又看到我了、欸欸欸？我来找你了。你找。吉米来找我了，我还在地图。哎、欸，吉米，吉米往那个咖啡厅。哦。哎呀。哦哟，快！吉米不要害人好不好？两只鬼都在地图。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你不要害人啊，西明。没有啊，不是我。怎么还剩下、啊？应该可以吧？你确定吗？杨。无名。一人一只，我要打好防号。等下科洛伊要去做饭。可恶！嗯，对，在跟观众玩。我这一帧数只有十几分，你在那边害人。没关系啦，我也13而已。我也13，没事啊，有各个位数的啦。克洛伊，我们一样哎、欸。我也是哎、欸。干你滚啊！有各位数的可以啦。你说要介入我跟克洛伊之间？那我选跟克洛伊啊，当然是。你选西敏，你会后悔哦、喔。我会把你们一起卖掉哦、喔！鬼不要杀我，我有包包哦！哎呀哎！放屁啊！哟，叫声音！小莫大姐，你去哪里啊？地图上面，地图上面！番茄！番茄！洗衣间，洗衣间！等一下！你看，谁叫你要选他、啊？外面好危险啊！
欸，这里有谁啊？世界好危险，真的太危险！马吉，救命啊！哦，可以救那么多人哦，好爽！你会越救越久啊。哦，那我就负责救人好了，但是我任务都没接。你去死啊你！那我就，啊、那我一换三应该算好吧？一换三。哎、欸，为什么肢体爆开？靠背，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没做任务啦。哦，你白痴哦！我在里面就三个人都没做到任务。先解任务再救啦。你看是鬼，鬼很危险。李安，李安很会救，哦，没了。可惜，多恶心，多恶心，可惜，可惜，好可惜哦！看他都想你被咬啊！我说，哎、欸，好像来，我听你解释，不太对。你跟我抢科罗伊，我听你解释。几分？我看你啊，三三，三三，你比科罗伊低耶、欸。没事啦，不很多的事啦。太少了。快手救人的速度会变快。对啊，会啊。嗯。哦。小欧哟，小欧哟，我猜这个。好，没有。哎哎。干嘛啦？太快了，他在我旁边啦！在哪？在哪？啊呀呀！花园，花园！幸运你们再来吧！太惨了，太惨了！撤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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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他在上面，他在上面，一个在洗。实验室，实验室。小七，拜拜。哇！好、啊、嘞、啊，我可以救人了。哪里有人要救啊？这是谁？咖啡厅。鬼来了！啊！你要没了。不是嘴巴的屁。我要救人了。我怎么跟你说该发出？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又来害人。的时候有人在，有人把他屁。放屁直接屁到那个鬼那里，超死。卖了，被卖了，就一半被劈就算了，劈到鬼了。没事了，至少赢了。我发现了，每次有人可以复活都没被复活过。每个技能不一样，看血有技能有些不一样。嗯。两个那个都没有。哎、欸，我退了。好，拜拜。拜拜拜拜。要吃饱哦。我去订个台。哎、欸，怎么又满了？嗯。无名。你人一直是无名。听得见吗？明明是什么色？没看哦，灰色。灰色。明明，那个黑色是灰色。好黑哦。怎么了？你也被他搞？两只变大 O U O 了。嗯。玩到两点哦，玩密室。你想干嘛？啊！信、啊。红什么？猫。我也不知道。红密码。你叫阿红吧。是
我啦，我是红月。哦，红月，我靠！你在哪？吓死我！这里这里这里，我到底要去哪？红月跑了，红月跑了！我的天！哦，这里有，这里有。因为我们敲东西的话会震动，可能会看得到。松塞。等一下，等一下，被我拖下来了。啊，你没有？我没有。抱歉，抱歉。啊！他还在，他还在。加油，你可以。死了，我可以死了。洗衣间，洗衣间。让我调个声音再吃啊。你不是出去了吗？拜拜拜拜。我想说，那路应该出去了吧？你该死了啦！你去死算了啦！你死一死。剩下两只，乌鸦嘴，完了，这就是延迟的厉害吗？不是吧，无名，所以你真的不能乱说话。我不知道吗？怎么在无名是走上面，不是走下面呢？嗯。还是有刚好广告，六分，好烂哦！六分，为什么是我们俩就复活的事？可能是我先被咬吧，我是加一，然后你是零了。你声音还是不？搞屁！没有电脑。红月快，我是小男孩了。我都在这边。哎，看你真的好小哦。呀呼！不是不是，可以进去，进人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哦。我在咖啡厅哦，咖啡厅哦，咖啡厅附近哦。咖啡厅。地图上面哦，地图上面哦。等一下。还在抓新名哦。死光了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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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轨附近，铁轨附近。你怎么还复活了？我还以为你挂了哎、欸。啊！救命啊！咖啡厅，咖啡厅，咖啡厅附近。我透明的，所以安全。快走快走快快快快！不要，还没长大。快点，我们还有花园都没弄。花园哦，花园有没有听到？新民去花园了。地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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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三把，三把，三把。我是鬼道啦！哎呦，花园吓死了。哎，不，你怕啊？啊啊啊啊！哎，刚水放个屁，谢谢你。我了。谢谢你。心里会不会呀、啊？要。要谎报地方干嘛行？我就故意去让你尾巴的。你那么老实干嘛的？不是啊，因为你是新民的。干你娘！你看，他就是骂脏话，还要我教他骂脏话。阿爹，为什么你没死？这个是你昨天教我的。我没有教你的哦，这小鱼也会的哦。昨天有这么说。你跟我讲的。你昨晚只说一个干字，嗯，但我听到的是那三个字。我有回去。字数分闭会。怎么还有第三个、啊？完了，怎么了？嗯各位怎么加？哎，你怎么变小了，萝莉？耶、yeah ！我觉得这里啦。没有。慢。洗衣房，洗衣房有一只，洗衣房有一只。救命哦！加加。左边，右边，右边有一只。不要！不要！新民加油哦！花园附近，花园附近。咖啡厅附近，咖啡厅附近，不要推我。他去了地图那里吧？哎、欸，西敏在左边，西敏在左边。
等一下解不了任务啦，北七。看实验室怎么有人？万一看到哦。你在哪？铁轨不敌铁轨，我的天！嘎嘎嘎嘎！嘎嘎！你妈啦！嘎！啊、你妈！为什么他刚刚可以发出爱心啊？那是什么？那个是救了那个挡了一次那个替身哦。你这样想？等一下！谁啊？叫救了叫做注视一停。这我现在讲。替身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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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无名小还不要。无名跟小鸡，无名，我竟然没死。这叫小鸡，自己逃生真的很强耶。自己逃生太强了。刚刚刚刚好。卡你妈！这不是各位出来玩好处下。哦。两红越好玩啊。还不错哎、欸，好好玩、喔嗯、对吧、啊？就不用什么鹅鸭那种，不太会操作。那就靠近按空白键，靠近。哎呦，靠靠靠靠靠靠！有鬼有鬼！快快快快快！时间时间。耶！咖啡厅，他们在咖啡厅。哎、欸，为什么？你要去拿信。来了来了，他要。不是有鬼啊！我先躲着啊。实验室，实验室。他还在实验室，他还在实验室。啊！不停的鬼来了，有一个在洗衣间，有一个在洗衣间。不要不要不要！哦，工作坊去了。谁把鬼推过来了？烦死了！对呀、啊。清明哥没有带鬼来吗？没有。清明在左边啊。啊！哪边去了？你快去那边呐、啊！被包了，被包了！啊、我怎么去那里有鬼啊？哎、欸，哦呦，等一下你干嘛？啊，就堵门啊！哦，你好了吗，信？我好了，我好了，剩一个而已。好的，上面，推了，告别。工作室了，打工作室。哦，我还有追条。来咖啡，他往咖啡地去了。哎，番茄，番茄，不是番茄。他们在右下，右下，右下。你怎么都对我的，我们这一组的人这样讲？哎哎，不是我不，不是我没办法。西敏，你很棒，西敏。番茄，其实刚刚叫只在救的是我，不是番茄，好开心，好恐怖啊！我不知道你在救的时候屁我有没有用，会不会把我屁走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刚好离开了。刚好来人呐！爬山，我怎么会有爬山？哎、我要当鬼，我知道无名躲的老地方了。嗯，要不就左边吗？无名就是那个地方而已啊。每次都躲在那里。哎、欸，无名当鬼、欸，哎、欸，无名当鬼了。无名，抓他，我帮你包哎、欸。红月当鬼哎、欸啊。我当鬼。对啊，反正就是你靠近，有人在你身边会有一个红红的，按空白键就是要他。好。他、啊、后面也有那种自动攻击的技能。好。没有的话就在那边转而已。你可以玩困难啊，
无名血困难，不要了，困难困难。永远不会吧？我不会，我不会，其实我不会。那你等一下就是一直按右键就对了，一直喷，一直射，好，喷，一直射。射击。可是我是用手机，没关系，我知道怎么做。好，我知道的。不要跟一个白痴跟我讲说一开始不会射，就在前面对他狂射我。伙伴是大欧优，我伙伴是小欧优，哎。然后嘞？没有啦。在左边，在左边。等一下，红月不要再追了啦，红月。哎，刚刚女朋友来看看。你要不要怎么？上面。右键呐、啊，右键就好，右键就好。右边，右下有一个喷的。有一只在那个。啊，我让你喷喷看嘛、啊，你喷喷看啊，右键，右边。对啊，你会喷的啦。他一直跟着我哎、欸，跟他抓他，你就当一个练习的机器吧。你喷啊！新米不要再来啊，新米！哦哦哦，你还这样？哦，喷是这样子。哦哦哦哦，我知道了。喷那个钻石色的会加分。啊、我知道了。那个钻石颜色会加分哦。我要在右边。等我看一堆人在闪现呢、啊。那我跟着你，我跟着你。哎呀！啊！小千，番茄，番茄，番茄，救命啊！番茄，番茄，救命！番茄，哎，等一下，嗯，番茄，番茄不帮我擦，不是他的物比你重要啊！互擦，互擦，互擦。我番茄还有番茄都没有解到任务，你快溺死了是不是？番茄，你很棒。钱就不会砸，我帮他挡啦，白痴哦、喔！钱不会砸，好坏哦！不是，怎么感觉怪怪的？可恶，好难哦、喔！等一下、啊，手机操作好困难哦、喔，真是的。不是啊，手机玩困难模式会有点累。没关系，至少我知道怎么吐东西了。欸欸欸欸不要中途加入啊！完蛋了，会出事啊！游戏结束再加入好不好？哎、欸，信你要不要先离开？没关系，你等下黑画面你再离开，没黑画面你继续玩。他是怕你在黑画面就造成说又卡。黑画面会造成那个游戏卡。你先看啊，等下黑画面你就离开。我猜下面这个。哦，你好会猜哦，你好会猜，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你好厉害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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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骂你没有在解，我。他们在那个。骂。他们在实验室，他们在实验室。没事的啦，他们走了。红月追到实验室走，吉米在上面，在修管，往右边走，往右边走，吉米地图，吉米实验室，吉米往右下走，右下九，右下九，吉米在右下，站着这不动哎、欸，我一直吐在你脸上，然后我笑，无名啊，你在干嘛？无名，哎呦，在无名不能这样，我叉叉 seven。Seven， 我帮你擦布。Seven， 我死了。哦，擦布，擦布。马吉，你我还有一个没解。马吉，无名在手撕啦！我，你擦哪个、啊，小马吉？啊！救命、啊！无名擦被手撕了。无名一直在远距离跟着别人的告白。好小只哦！哎，对他进来，他进来了，怎么可以这样？无名，好难哦！没事，这只鬼真的比较难啊。
是鬼没办法拆铁栅，没办法，没办法直接用。小七跑了。有够多，刚刚群聚有五个吧？嗯，啊，好笑，在尸体上使用。嗯，啊，怎么又有一个突然加入的、啊？你猜这个？我猜没有。选什么、啊？你看。那个新加入 OU 是谁？哎，这时候他能隐形，我不能隐形啊，只能一个影哦。哎，他，有一只在铁路，有一只在铁路。嗨。哦不，你怎么死掉了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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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假杀呀，好可怜。八戒救我！谢谢番茄。快跑！快跑！哎，下面有人要叉叉。洗衣房附近，洗衣房附近。怎么救到你啊，白痴啊！叉叉。怎么是我任务旁边啊？我要解任务救到你啦！哎呦，会解任务？谁没有解任务？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又是一个。等一下，救命！会解任务啦！我看到你被感染呢、欸。不是啦，人家修眉手势，你在凶什么啦？哦，对不起。哎，两个 OU 在这里。我刚刚只复活一只 OU 哦，一定要爆了、哦，没事没事。海番茄，啊哈，辛苦了辛苦了，没体验的游戏，我觉得蛮好玩的啊。是啊，可恶，我之后要载电脑版的。嗯，有啦，电脑真的好很多。哎、欸，我救人怎么分数那么低？妈啊什么啊什么我还多一只 BOU 是谁怎么用 OU 哦、喔、B 啊到底谁啦哪里拥有 OU 好最后一局哪里有、欸、我欸你要再玩 OU 的啦哎呀不是就两个 OU 吗没有多一个，多一个 B O U O B， 一个赞的。刚刚游戏中进去，你看一下 B O U D。嘟嘟，对不起。啊、我要去洗点点。红月，一样的。你为什么会知道是嘟嘟？你怎么不会觉得是嘟嘟？就嘟嘟叫的次数比较多。红月，红月这边这边。没有啊，他们会同时一起。红月，红月这边这边，看到了，我来了，我来了。哦，翻身影在手机上面。啊，好多、哦，实验室好多、哦，番茄。我们就在实验室重生嘛。红月，你要出来，红月。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洗衣间，洗衣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咖啡机，咖啡机。你们两个在干嘛？时间，时间。啊，铁路上面。这好爽哦。对吧？
嘎嘎好安全。剩嘎嘎了。嘎嘎。为什么我一个？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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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可惜可惜。可惜差一点点。啊娘娘娘娘。好吃一直吃。我刚才一直看 CC 视角，哇，吃好爽。我就解完，躲在那边调个声音，要怎么大家都挂了？嗯，那你调的有点久了。觉得我调很快啊。他们在实验室。真的吗？我也这个。好。右上右上，他们在地图，在地图，堵他们。他们在那个，来不，他们堵了。来来来，两只都在来里面。西西在工作吧，西西在工作吧，西西在工作吧，他出去了，他往洗衣去了。我也好惨，好狠。吉米，你敢推我队哦？等一下。实验室有一只哦。你听我说。实验室的房间。吉米是不是推我？没有，看错了。就是你。看错了。不要动他。不行，他对这世界造成威胁了。对，造成威胁的是你们吧？没有，我们在。法基刚经过实验室，法基刚经过实验室。加油，你可以的。哦、我绕路，我绕路，我绕路，我堵他。西敏是你，西敏。西敏，你被抓了，你被抓。只剩下一个人，我怎么玩？就是你啊，我怎么玩这一个人呢、欸？你还想让我被抓？不是你被抓就更快的进入十五秒啊！你赶快死啊！你可以带远一点死啊！我都屁大很多了，我屁十九分呢、欸。不是你任务没做完，十五秒也进不了啊！你有没有负的？没有，你修理五分呢、欸。修理他五分，我一直被追啊，然后一直又在屁。完了，鬼要赢了吗？鬼！啊，我猜对了，怎么只有一个？哎，真牛！左边，铁路，他们在铁路。走，他们在。我的。把鸡蛋扔了，把鸡蛋扔了。电视。西米在花园，西米在花园。法基要往铁路走。哎呦，走了，到哟，快跑！啊啊！法基去咖啡厅了。嘿嘿。哦，两只都在洗衣房那里。好的。我看到了。哇，他进来。哦，他走了，快去解，快走。还有两个人没解完任务。红月，快，红月，等一下，他里面。红月被抓吧。等一下，我。红月怎样？红月对地图不熟啊。不要怎么了？还敢屁呀、啊！
你几分？我要看你几分。还蛮高的啊。对啊。你修理进步了19分哎、欸。我完成了。好了好了，都没追着人皮。好了好了，先这样啊，去觅食了，各位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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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好啦，来觅食啦，感谢各位。没有早上是因为那个啦，反正温阳是叫我画嘛，我想说开台边开台边问他阿图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啊！发生意外，他手机没跳通知，他在想说：“我怎么还不开台？”啊，没事，我等一下把图丢给他，就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